需要吃点什么？鸡肉里面的煎饼。不嘞，他都想让我去问了。你在哪办的去？别喂了。咱们等一下啊，马上就要帮你去。Okay.
大叔，这个还是付钱啊？我找你，你是信钱还是什么？啊？我们找你。我们找你啊。美女，煎饼好了。需要吃点什么？就一个功夫煎饼。好的，辣椒要吗？不要。好的。鸡排卷饼是辣的还是不辣的？可以做辣的，也可以做不辣的。啊，郭大做一个不辣的鸡排卷饼。好的。一个功夫煎饼微辣，然后一个鸡排卷饼，对吗？对。不辣啊。嗯、辣一共25，我们赏你。你找我是吧？对。这个功夫煎饼是的，对。这个还是鸡排卷饼，二十米了。不要。好，好，二十。